大家好，现在我们在继续看我们的完美生活家频道。那坐在我旁边的呢是Jovan，对，就是上次跟我们一起在示范这个德国小海豚的这台机器，一直走，对，直走。Jovan，你家应该住这吧？没有，我租房子，还在努力，还在努力啊。虽然这个视讯不好，没关系，你们就用听的啊，因为这是实况的，对不对？从事业务工作忙了一天之后，然后开车回家，然后这个在路上，通常会有很多心情，有的时候一天可能没有什么斩获。有的时候一天哇有斩获，是感觉是不一样的，是啊。所以这个Jovan从事业务工作多久了？这一行吗？没有，就是业务工作，销售的工作。销售的工作之前有做过房地产啊，可是我觉得不同产业真的是有不同的学问，是直走啊。对，所以我今天为什么可以坐在Jovan的车上？因为我们有跟他买那台机器，所以可以享有这种待遇。是这样，是，所以他还是有车阶级，我还无车，你看。不敢。Jovan现在多大？我31。31岁哈，我们要帮他那个，不用，应该是有女朋友了吧？当然是有嘛，是吧？有。好的，好的。还是开放了，开放了，还没结婚前都是活的，是。所以那个从事业务工作的心得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业务是一个很大的学问，因为要学的东西很多。是，对啊。那因为其实空杯或归零的心态大家都会讲，是。可是能够做到很难，真的。我觉得，对啊。那我自己，我觉得从事的这份工作。真的有让我感受到，就是把自己归零的一种做法。你看，你之前从事房地产，那个卖一间房子是几千万的，对啊，现在所以来卖一个几万块的，相对就好谈多了。也是，可是我觉得它有不同的一些美角，不同的东西，对。那这一行也是让我学到很多东西，是。对，那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行业呢？这个工作吗？对。我德国小海豚宪哥投资的公司，专门除螨的啊、哦。就是我觉得它很好玩，就是它比较不会有旧有的这种真的所谓的叫做销售的东西，因为它是立竿见影的。对，就是因为讲白了就是它机器很好嘛，产品很强，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去做到，反而不是去太花俏的技巧，而是很。真实的呈现很多东西，那甚至是就把本分做好就好了。对，那产品会说话，产品会说话，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要把服务做好，前面之后再左转。然后，可是我自己的抱的心态都是，我把每一个客户都当成朋友一样。是的，去介绍，然后去认识这样子。对，就是反正你的初级对他们一定是有帮助。我觉得这种销售手法啊、哦，就是先免费去帮服务大家嘛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们的公司的行销模式。是，那你去免费这个就是先，我觉得就是先懂得给嘛，对不对？是，我愿意先付出。是，然后在付出的同时，很多人最担心的说，哇，免费的，等一下会不会给我强力销售啊？对不对？但是这一点你只要做好，对不对？你就是这个无欲的，没有欲求的去好好的去帮他服务。是，因为当然每个人什么人都有嘛。那前面红绿灯右转。好，那因为我们公司有业务单位，一定都会有这种，就是所谓也会有业绩压力啊，要促成啊。我觉得业绩压力是自己给自己的，是反而公司比较不会给你。那当然看个人，那有的人当然就会所谓的就强迫嘛，比较强势一点，一定会有这种人。对，一定会有。可是我觉得我自己不太喜欢了。对，那。我比较像是去玩的。那你服务完之后有没有客户没买，但是他之后还是有邀请你们去帮他除螨？有啊，要下好了，就右转。就我的客户
大部分都是转介绍，蛮多的。都是转介绍。对，因为我因为有亲和力嘛，人实在嘛，就会转介绍啦。走右边。是吧。然后还有再就是，我觉得我很注重服务这一块，所以我其实。那我说他做完有没有他就是再找你去帮忙？有有。付费去除的。有，甚至是有那种就是有在回头跟我。哎，直走。也都有，对，都有。就是都有遇过，都有遇过。那你会去做一些记录吗？记录吗？我都会做那个笔记本啊、哦，就客户的资料，就是会对对会做一些。然后我的 LINE 里面我也都会做那个记录。是是是是是，非常棒。就是习惯了，就是我觉得我就是把它当可能有点像朋友一样这样子。是是是，对呀、啊。就是做的是有价值的事，而且对，而且我觉得就是买不买没关系，可是我觉得他也算是一个经验啦，就是、嗯、而且认识了多认识一个人，也许不一定在这个东西上面，那可能在别的地方可能也会有帮助啦、嗯、我觉得對。而且你知道吗，真正的财富是给予、嗯、就是你给出去，给出财富不是这样子、嗯、要财富是给的，只是你给在他身上，不一定在他身上回流，但是他可能会在其他地方回流给你。是，嗯。所以如果能够我们从事业务工作都能够保持这么，这种对这种健康的心态的话，嗯，基本上是，我觉得就是会走得很长远，然后会交到很多朋友。是是，交到很多朋友真的。而且可能还会有贵人哦。嗯，我觉得有。像我就是今天才采访另外一个人，他说、哦、有的人的富贵，他说一个人要有贵气。对，他说什么是贵气呢？贵气就是从你的富，从你内在涌流出来的、嗯、那个贵气，就是你常常帮助别人的时候，嗯、你就是一种有贵气。看一下我，我们喜欢帮助别人啊，是就是所以从事业务工作其实是不错的。那当然会有高高低低嘛，对，一定会。心态很重要，心态很重要，心态的调整，把自己调整好。对，因为我觉得正面真的很重要，那人一定会碰到负面的时候，是的，可是怎么自己去调试它，这是就是一个课题。嗯，所以我们讲说，你把这个客户对这种这个客户给你的 no 的心情带到下一个客户的前面的时候，你得到的就还是 no。是是，所以就是无欲，的确的确啊，没有欲求的，无欲则刚嘛啊、哦，好好把服务工作做好，那你的销售这条路就会走得很长远，就可以像我们这个 Jovan 对吧？没有了，我也没有很好了，可以开一台不错的车哦。是什么车我就不好意思讲了，要努力，我们就要帮他保持低调，至少一台，对，至少要努力啦，要努力，那不努力都不会有，是的，对，好吧，等一下我们要左转，好，左转是健康路，哦，是走桥下对不对、欸、等一下我们走前面，就是前面那个右手边的桥下，然后到那个第一个红绿灯健康路哦，塔悠那边，塔悠先走塔悠，再转。好，你看我们在车上还是一样可以继续聊天，很开心。如果你从事业务工作，我刚刚在想说，嗯，他今天开车回家的心情应该不错。还行，哎、欸，是本来就已经电话中讲好要买了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所以你本来车上就放一台啊？我本来车上就会放。随时放一台，因为会有冲动行销的人，他突然觉得不错的时候，哎、欸，马上有钱，马上可以交货，这样是吧？因为我们是怕说，因为有的客户可能已经先付钱了，可是他却没有拿到东西啊、哦嗯。对，就是他算是他，就是他可能就想先付钱，让他可以立即拿到東西，立即用，可以使用的机器。对，因为。他付了钱之后，他就很想要赶快把家里打扫一遍。是是是，对对。所以机器马上给他。对对，那这也算是一个流程。嗯。所以你这个车子也要放好啊、哦，对不对？机器，当然车子，他的车子比机器贵重多了，所以没关系。好，这今天
Jovan 的整个销售工作而言，今天是美好的 ending。我们祝福他以后业绩蒸蒸日上，那我们也可以成为他的贵人。然后有朋友需要出门的，我们都帮你介绍。OK， 好不好？谢谢。嗯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